卖酒到底挣不挣钱？今天我来告诉大家，朋友们，歇了几天，又有人要货了。今天送货60箱，这现在已经装里底了。今天正好是周末，老夏闲着还能来给我帮帮忙，我也不用恁累。专业打坐的师傅弄的整整齐齐的，漂漂亮亮的，看我这弄的乱七八糟的。这个也，这都不让了。这也得学学，这往上打坐还得好好打的，感觉一不小心都放不下，伤害有点小了。其实不是那么挣钱啊，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挣钱，因为我们这个卖酒包看包括有仓储、人工、财务、税务等等这些成本，并且这些牌子酒的话，它的那个价格都比较透明，利润不是那么高。其实干啥生意都存在风险。现在货已经装好了，咱先去吃饭。俗话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得先把老夏喂饱了，等会才好干活。你想吃啥？吃啥都中，只要不吃炒面，我都可以。今天走，走吧。周末了，你都不会要我歇一会儿？生命在于运动，这不是帮助你减肥的。我放吗？我一点都不放，好吧。中午吃完饭干活，感觉有点困，不吃吧又有点饿。你这春困秋乏，啥大都，你这每天都睡不醒呀？可能年龄大了吧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睡不够。等会随便吃啊，放开了吃，别过生。下午和我干活。没有让大家失望啊，大王又带着我来吃自助小火锅了。你说不是炒面都行？那给这给炒面概念差不多，我感觉。这种类多呀，其实吃啥不重要，吃饱吃开心最重要。对，给你吃饭那个人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不是？对的，开对开对。今天这也是26了，品种还算行吧。然后这个也算你宝贝了，开始吧。嗯。人均26也不便宜了。来点里脊肉、蟹片、豆泡、培根，竟然还有这个。来两串吧。咸蛋、饺子、腊肠，甜不辣？这虾仁是不是真的？腐竹、葡萄干。吃火锅最好吃的还是这个油条，感觉这泡里边吸的油太香了。有人知道这叫啥没有？那边叫三子，来一点，再来点小酥肉，先吃着，亲了。每一次的自助小火锅的味儿都是不一样的，好吧？心情不一样，位置不一样，吃的也不一样。骨肉香料，鸡蛋，26块9，我感觉还比较划算。这个三子一煮是绝了，炒的三子好吃，煮的好吃。你就给这里脊肉了，在外边咋那么点2块钱一点啊？你那边现在有20多，你那边现在有20、19的自助小火锅比较好。比如吃大火锅，我还是喜欢吃小火锅，因为小火锅吃的都是自己想吃的，大火锅都是大家吃啥都点的啥。感觉女生吃的东西跟男生好像不太一样。哈密瓜，你发现没？这里边除了我一个男的，好像都没有男的。哦，有两个。真是的。不是你带我来，我根本都不会吃自助小火锅，好吧？这是叫啥？舍命陪君子，舍命陪媳妇。为啥呀？这东西都女生也喜欢吃。大家平常喜欢不喜欢吃自助小火锅？不喜欢的原因是啥？是不是感觉吃不来本儿？但它好像又不贵的样子。啊，我出去感觉人家那全是小火锅店都坐满，是因为天冷了吗？
刚才那一盘是面食类的，这一盘再来一盘科技类的。加上辣椒了啊。嗯。你也别说，科技的东西都是香的。很多人说咱吃的这不健康，但是咱又不是天天都是吃这个。正常的我们因为更的比较少，基本上都在家吃了。我们人爱吃这个菜。啊？重视。脆脆的。开花隔几碗。小猪肉。好多面啊，小猪肉。再来几个骨肉香的，再来俩三的。第一次见在小锅里边有这个千层啊，等会来两块尝尝啥味儿。第三碗骨肉香的也得说，让我坐人旁边我都有点吃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，咱等会儿别吃人家，吃到这儿再稍微吃点面吧，算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没有搁火锅里边煮过这个三子的，强烈建议推荐。太香了，咱有没有觉得这骨肉香的咋吃都好吃，炸的、烤的、煮的。我吃老饭，我给大碗干活了，跑了，不知道后果是啥样。这虾仁煮了这个颜色，看没底儿，来点面坨了啊，来，你要收敛一点。只有在那两个饭后小点点接触今天的生活，好不好？简单，趣味趣味，嗯，爽。吃饱喝好了，现在抓紧时间去人家送货。吃人嘴软，哎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，走走走，抓紧时间干。